三二一，你爸你家遇到这个事儿啊，详细的跟我说一下。哎，人家孩子这也是孩子大了，一点都不省心呐、这也是在外边赌博耍钱，完拉了点几乎，完事就有人上家来敲门要钱。有时候不分什么半夜三更都来敲门，喷字儿，那给那个左一次喷右一次喷，你没看到外边喷的那字儿，门都砸坏了好几个。你说他特殊不省心，之前我也给他还过点钱。你说我一个月才开1000多块钱，我老头都让他气有病了，还得吃药，得1200块钱的，根本都不够活了。要是有能力一点的，我都给他还。你说现在这房子我何想卖呢？还是回迁的房子，没人买，没有房子，啥也没有啊。这小房才这么大点儿，你看才40多平。那我卖的也行啊，为了给他还钱。就门口人家的字儿都是他们喷的，都是他们喷的。那门没看呐，砸的都大坑，都砸坏了，都换两个门都不瞒你说。那左右邻居都一来敲门，那半夜上啊都看，都出来瞅我眼神都是那样式瞅我。你说一天我这也瞅我，跟你说真的。行，咱来呢，其实就想帮你把这事儿解决一下。然后呢，我把电话号码也给你，完你偷摸给我打电话。那行，你放心，没有事我肯定给你解决这事儿。哎，那感情好了，要真太丑了，真不省心这孩子，也没办法了，摊上了啥办法？他说他们又来了。那你来，我接来了，我打电话。娘呢？娘呢？没接，没在家。咋的啦，人？那我知道，我也找他没找了。赶紧还钱。我没有，找我儿子。你儿说啥时候回来没啊？他哥，他儿子还没回来呢。行行，给他拿点白菜。这边，这边。这没钱，没有钱我就给你了。天天有钥匙，你跟没钱。我们这来多少次了，左一次没钱，右一次没钱的。没钱，有一次还你了，是不老要干。你儿欠我们钱，是不是应该还？是应该还，那你找俺要去。是不是每次我们来的桌子太轻了？不是你要，还还来吧，来吧，来。你过来，过来，我过来，蹲这儿，过来，我蹲这儿，蹲这儿，快点，蹲这儿，给我拉过来吧，蹲这儿。这次能还钱了吗？没有啊，真没有。有肯定还你们。真没有，有的还你们，真没有。赶紧还钱！每次都这么搪塞我，是不是？来，把钱给我砸了！别打了哥，再说点儿。这没钱，你看我打这些电话，你都一跳电话借钱，马上你把电话就来。哎呀，别给我扯淡，没有用。怎么进屋去了？报警去了？出来，还给我出来！没，蹲这儿，张着钱吧。红包蹲这儿，你也蹲这儿，都蹲这儿。今天6点之前，连本带利，一共18万，必须给我到位啊！我给你打电话，赶紧去，通班的，就那边打吧。来，行，坐。咱家伙就是，咱家伙他俩也不欠你。喂，大姐，就有点钱，孩子在天津上家了，把钱不拿了，要钱来了，你给我打的。接着打，赶紧打。喂，这孩子天天借钱吗？完了，完了，忘来了。